子，请慢用。你就是祥子？是。听说你会唱歌啊？会唱几首？那就给我们唱几首吧。唱一首吧，唱一首吧，我付钱。对不起，我还是先工作去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今天所有的时间我已经跟你们经理买下了，以后只要我来这里，你就专职服务我们这个包厢，唱五首，这钱全是你的。哎，你不是为了多赚钱才换夜班的吗？现在有机会赚钱了，你怎么又要换房间了？我，祥子，你要明白，在这里工作，客人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他们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。而且，他们今天指定必须要让你服务那个包厢，所以你要求换房间，不可能。可是，他们总让我唱歌怎么办啊？哎，他们让你唱你就唱嘛。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则，不能让客人不高兴。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，收拾东西回家吧。在这里工作，你就必须拉下心里的自尊面子。面子值多少钱？如果你要赚钱的话，就要拉下脸，把自己当孙子带。祥子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你们说吧，想听什么？山青桃子的充电，豪气冲云天，好的外面金骨皮，你的外面一口气，刚柔并济不低头，我们心中有天地。姐，老徐啊，今天兄弟请客，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啊。今天啊，要不是看你的面子，我是坚决不会来这儿陪酒的。好啦。哎，祥子啊，祥子你别走。我已经下班了，刚才的那两首歌是我额外送给你们的。听说你跳舞很好，你给我们跳一段吧。不，我真的下班了。就跳一段？这些都给你啊。不行，你给个面子，我最不喜欢跟人家犟着了。今天这个项目真的不行、就跳一段吧。进去吗？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进去、来，祥子，陪姐干了这一杯。我再跳一段舞，跳完我真的要下班了。行了，祥子，我让你回来不是真的让你跳舞的，我们是想和你合作。合作？